在外头冒险，要记得保重哦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我看过未来了。需要帮忙吗？圣光保佑你。我还不能使用这件物品。还要再等一下。是不是已经做过了？下次见。我们要保护时间之道。很高兴你赶来了，乌瑟。注意你讲话的态度，没错。你贵为王子，但我仍然是你的导师。我怎么可能忘记？听着，乌瑟，关于瘟疫，有些事你应该要知道。哦不，我们来迟了，居民全都被感染了。他们现在看起来还很正常，但变成不死生物，也只是迟早的事。什么？必须净化这座城市。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？一定有别的解决方式。该死乌瑟，我以除菌的名义命令你净化这座城市。你还不是我的国王，孩子，就算你是，我也不会遵从这样的命令。那么只能说你这是叛国了。叛国？你疯了吗，阿萨斯？我疯了吗？乌瑟大人，我以王储的权力在此解除你的指挥权，并且暂停你的圣骑士职务。阿萨斯，你不能就这样。这是我的决定，想拯救这块土地的人跟着我，其他的人
都滚出我的视线。你刚刚越过了一条可怕的界限，阿萨斯。真的？抱歉，阿萨斯，我无法看着你做出这种事。在这里待命，我会带一小批人去整顿斯坦索姆。为了罗德隆，我们一定要遏制疫情，清除感染者。愿圣光怜悯你，因为我不会。看来大家都准备好了。记住，这些人感染的恐怖瘟疫就快死了。我们要净化斯坦索姆，保护其他百姓不受天谴军的威胁。出发吧，我们会拯救罗德隆。我不会放任瘟疫继续肆虐，牺牲小我才能完成大我。我们会净化这座城市。愿圣光怜悯你，因为我不会。专心进行眼前的任务，我只能让你死得干脆一点。这只不过是个开始。没错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我一直都在等你，年轻的王子。我是马尔加尼斯，如你所见，你的子民已经属于我了。我要把他们全都变成我的奴仆，让斯坦索姆的生命之火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，马尔加尼斯。我宁可亲手杀了他们，也不会让他们成为你的奴仆。哼，马尔加尼斯一定会派出手下前来阻挠。我需要你。应当用上过利刃跟魔法的，理当负起消灭他们的责任。我会率领其他部队去净化斯坦索姆。
游戏时间。龙的勇士，死亡已经降临。勇士们，立刻到市政厅集合。牺牲小我才能完成大我，跟我来，我知道路。没错，我很高兴能在瘟疫爆发之前找到你。这是什么巫术？一定要付出代价。看来马尔加尼斯手下不是只有天谴军团，我们得加快脚步。又是邪恶的巫术，做好准备。我们走吧。小心背后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我们会拯救罗德龙，马尔加尼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他们还真是顽强。他还有什么花招来阻碍我？啊！
阿萨斯·米奈希尔王子，这一天你的灵魂被强大的黑暗占据，你注定要散播的死亡会在今天早一步来拜访你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罗德隆，你的言语或行动都无法阻止我。走着瞧吧，年轻的王子。我不会放任瘟疫继续肆虐。去找马尔加尼斯的捷径就藏在书架后面，这只会花一点点时间。幸好这个秘密通道还能用。我们会净化这座城市，我们赶快通过这里吧，否则不是死在不死生物下，现在没有就是葬身付出代价。你们抓紧时间喘口气，我们马上就得继续上路。休息够了，该动身了。马尔加尼斯在等着我们。运气不错，市场区还没起火，马尔加尼斯应该就在前面的十字军广场那里。准备好要继续行动的话就告诉我一声。正义必得伸张。我们做个了断吧，马尔加尼斯，就你。这是个很好的考验，阿萨斯王子。我不能攻击他。你的旅途才刚开始，年轻的王子。召集你的军队，到北列境的严寒之地来见我。在那里，我们可以好好的算算新仇旧恨。你会在那里发现自己。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一定会抓到你，听到了吗？我一定会。你今天表现得很好，马尔加尼斯留下的所有东西都是你的，就当成给你的奖励吧。我现在必须开始进行远征北列境的计划了。现在要说再见还是你好啊，我搞不清楚了。